哎，等会儿，我总觉得你是在故意输我，然后借酒浇愁呢。我有什么愁可以消的？真的是。那这样，这杯酒我替你喝，行不行？凭什么你替我喝呀？我怎么觉得你想要借酒消愁啊？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想借酒浇愁，问题是，我没这机会呀，对不对？行了吧？算了，甭玩了，咱就喝酒吧。哎，不行不行，再来！我告诉你啊，张子浩，打游戏我可以打赢你十个，划拳算什么？继续。徐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张子浩号称西海夜场的厂长，你还跟我玩？行，可以，玩什么？十五二十，来。我们换两只小蜜蜂。哎呦我的妈呀！两只小蜜蜂呀，飞在花丛中呀，飞呀嘛嘛飞呀啪啪。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呀，飞呀嘛嘛飞呀嘛嘛飞呀啪啪，飞呀嘛嘛飞呀嘛嘛飞呀嘛嘛飞呀啪啪。喝。再来！喂，周光明，是我，张子浩。张子浩，薛薇电话怎么在你那儿啊？啊，你告诉他，我是他们家的流浪狗，让他来接我。听见没？赶紧过来吧！啊，怎么了？没出什么事吧？他呀，非得要跟我拼酒划拳，然后呢，划拳又划不过我，这不喝多了。我呢想把他扶回谷仓，但是他死活不让，就让你过来，说他是你们家的流浪狗。张子浩，他说的都是些醉话，啊，你这样，如果你方便。一会儿辛苦你，你把他给扶回来吧，好吗？徐卫一，你领导说了啊，让我把你扶回去。不行，你跟他说，让他把我领回去。孙书记，您就受累吧，穿上衣服下床啊，过来一段，我们在丽英家的小屋啊。好好好，我一会儿过来。快点！哎呀，徐唯一啊，我看你们家领导是够呛来了。哎，来了！哎，对，人在这儿呢，啊，赶紧带走。哎，领导来了，赶紧回家啊！我说你们干什么？您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琳达，你不是说你帮丽英改良的这个玉米酒是喝不醉的吗？我怎么现在喝的这个瓶子都在这么转呀？既然是因为你这么说的，那我今天喝多了你就要负责。这酒它是不醉人，可是再不醉人也经不起你们这么喝呀。啊，不不不不不，你不能怪我呀，是他非得要跟我喝的嘛，你还得划拳。张子浩，哎，给我等着，哎，下回我 KO 你。我等着你。你看看，啊啊，走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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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哎，小心点啊。哎，对对对，对了对了，宋光明，我突然想起来，月兰呢？她已经回屋休息了。啊，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哎，拜拜拜拜。你来那天刚刚好。哎呦，因为你这腿能不能用点力啊？你走稳点行吗？啊，不行，我走不动了，我真的不行，这腿软。领导，你背我吧。背你什么？你好好走。我走不动了。怎么一早上起来就板着个脸，像有人欠了你多少钱似的？你昨天喝多了也生气啦？你说呢？我记得昨天晚上
是你把我扶回来的，对吧？扶回来了，确切的说是我把你背回来的。哦，哎，领导，领导，受累了。原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你知道为什么满了个脸啊？为什么呀？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吐了几回吗？我光给你送盆子送了三次，你还吐我鞋上了。我连夜刷了两遍，现在还那么臭，你去闻闻。<笑>我居然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啊！ 我真的太佩服我自己了，我现在都可以脑补想象你当时刷鞋倒盆的那个表情，一定特别好笑。你吐我鞋，你还笑啊？你还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是吗？主要吧，我要帮你治一治你的洁癖。这个四喜和李建安都帮你治过了，我再帮你治一遍，这样以后啊，你可以记着我的好，对不对？早上好。早。早。这么开心，笑什么呢？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吐你鞋里了，是吗？那你等于要了他的命呀，是吧？对对对，赶紧喝，那个忘了吧？视频资料都在里面。嗯，走吧，进来。嗯，那光明他们走了。你们这就回去了。嗯，好，那路上慢点啊。好，咱们回见。好，走了。拜拜。 拜拜，回见啊！拜拜，拜拜什么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限你一天之内把海清查这视频做好，上传网络。 Yes sir。 海州之往青州，途中有驿站，往来人名之海清。神佑八年，东坡居士路经海清村。 为这片适合茶叶生长的美丽山地，带来了最初的茶种。900多年的岁月沉淀，保息天地精华的古茶树，传承不绝的手工制作。海清茶，一片请你来尝的神秘好茶。怎么样，还不错吧？还行。 什么叫还行啊？你能比我演的好？别闹啊，孙哥。领导，海清茶的视频啊，在网上点击量过百万了，有好多转发和评论。你居然比我先成网红，我心里啊严重失衡。失衡什么呀？说明我形象比你好，我比你适合上镜，我比你靠谱，啊！别嫉妒。我就嫉妒，我当时啊就应该抢着出镜。 我现在成为了一个幕后英雄都没有人知道我，这是太失落了。好，别失落，别失落啊！我和后石沟村的全体村民还是要感谢你的无私奉献的。光给我立碑没用，我要求涨工资。好，涨工资，下个月起，每个月给你涨2000。才2000啊？你再多点吧，再多点。3000。余书记。 我看了你为海清茶做的宣传视频，你这个东坡居士演技不错呀！啊！哎呦，李书记，你就别挖苦我了啊！我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这不是想给村里省点钱嘛，所以只能我自己出来现眼了。哼哼，你就别谦虚了啊！这件事呢，做的还是很有创意的，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的宣传力量。 省钱省力，为你们的茶叶做了广告，很好。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现在有部分这个茶商已经上门尝试小批量订购了，这说明我们村的这个海清茶迈出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努力努力。我希望这海清茶能够成为我们村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初你们后石沟村。 出了农药蔬菜事件，我还担心你一个大厨做食品评论的，处理不好这件事情，想把你调回来。<笑>亏了你小子有股子韧劲。现在看来呀，没把你调回来是对的。这得感谢，也得多亏你慧眼识珠。你看人有眼光，这是您给我机会吗？既拍了马屁，又拐弯抹角的表现了自己，这个天啊，没法聊了，好了。 挂了。被市委书记夸奖了，还行吧。说我们这视频做的
挺有创意。那你要升官发财了，那你工资再给我涨1000块钱，我也好跟着你鸡犬升天，是不是？你是鸡，你还是犬啊？别得寸进尺啊！信不信我把刚给你加那2000再给你减去1000？太抠了吧！孙书记，孙书记，那个明星村的评选小组啊，马上到咱们村口了，就是来宣布咱们这个村明星村的评选结果的。哦，那个其他村干部通知了吗？都通知了。走走走，赶紧走，走走。哎，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现在我宣布对后石沟村新农村建设明星村称号的评选结果。虽然后石沟村在本次评选当中，在农业主业生产、其他产业创收、精准扶贫效果、村民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党建、村民文化活动等方面都基本达到了明星村的评选标准，但鉴于后石沟村在往年的评选中存在指标造假行为，并且在去年底未给村民发过年钱，私自挪用了水渠维修专项捐款，有失诚信，性质严重。评选小组经过会商和请示上级，作出以下处理决定：本次市级新农村建设明星村评选活动，后石沟村落选。另外，针对在本次评选活动当中发现的问题，对后石沟村全体村委及第一书记孙光明予以严厉批评。哦，对了，哎，我们刚才进村的时候，在村口看见明星村的大招牌已经提前立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金毛，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那个刘富贵和赵玉玺找人把牌子立起来，他们说本来明星村的评选，咱们村是能评上。这谁让他们这么干的？他们把这个牌子立起来呀，说是希望老祖奶看了以后能高兴高兴。孙书记，你还是带人处理一下吧。好，好，您放心，我马上组织人把它拆了。行，那我们就回去了。麻烦送送你，别送，带上我。金秘书啊，那就辛苦您一下，您带人去把那牌子给拆了吧。我不去，本来就该评上，谁弄丢了谁去拆。那个金毛，你组织人去把牌子拆了。我组织人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怕呀，我实在是怕这全村的村民在背后得拿口水把我给淹死。姐，孙书记，你现在这个村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实在是叫不到人，而且那么大一个牌子，我一个人我也搬不动啊。行，你们都不去是吧？我去，我去拆。来试试。放放，慢点慢点。来，四啊，1、2、4，看着小姐啊，看着手啊，来，1、2，放。孙书记，这么大个牌子怎么处理啊？还是拉仓库里去吧，当成自免。行，那你俩拉那边去，你开车。本来应该评上明星村的，说没就没了，太可惜了。本想着以后走到哪儿说起咱们村是明星村，还觉得挺骄傲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哎呀，我们村就差了那么一丢丢就评上明星村了。本来想着评上明星村能给咱村这民宿也拉拉游客呢，这下没戏了。还拉客呢？拉空气吧，现在什么都没了。光明星村能带给咱的各种财政补贴呀、政策优惠什么的，加起来得有个十来万，有吗？金毛，直接经济损失15万，间接的难以估量了。啊！瞎话呗！哎呀，哎呀，你别说，咱不能这么干坐着呀，是不是得想想办法，得去找找人啥的呀？是啊。啊，咱们是错了，这不得给他找不回来了吗？就是。咱得想办法把咱的牌子给他夺回来呀。抢啥呀抢？祖奶奶，祖奶奶，祖奶奶，祖奶奶来了，祖奶奶来了，回来，荣誉是干出来的，能抢吗？那个，咱们村打解放战争那会儿，那就是先进村。一代一代传下去，啥荣誉没得过啊？现在没了。你，你说你，还有你，你们这几个村干部是咋当的呀？啊？还有，这明星村还没评上呢，自己做了个牌子立那儿了，啥意思啊？这是，是你的主意吧？哎呦，奶奶，这不是明星村本来应该就评上的吗？立那牌子，主要也是为了哄您高兴、啊。哄俺高兴？你舔着脸说呢？咱们村几十年的脸面呢，全让你们给丢光了，丢光了。孙奶，你别太难过，不值得。孙叔来了，孙叔姐，孙叔来了。孙奶，哎呀，您怎么还过来了？这本来身体就不好，应该在家好好歇着。书记，俺心里难受，俺哪不在乎那块牌子了，那是份荣誉啊。我知道，我知道。祖奶，我现在总算知道这份荣誉在大伙心里的分量了。哎，别难过，我送您回去。走。您别难受啊。这事儿咱以后，咱慢慢再想办法，啊。嗯。咱到手的明星村怎么就没了呀？都是因为李家安呀。这下边人呢？李家安，人呢？出来，李家安！出来！出来！大伙儿，你等等。李家安，出来！出来！李家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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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都嚷什么呀？还横了吧唧的，怎么那么有脸啊你？我怎么没脸了？啊，是我承认，丢了明星村这块牌子，主要是因为我之前为了给大家发过年的钱，耽误了维修水渠。可是发钱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挺高兴的呀，怎么一出事就全怪在我头上了？合适吗？你得了吧，孙书记已经带着大家伙把水渠修好了，这事儿已经平了。要不是你主动去坦白当了咱村的叛徒，咱早评上明星村了。就是，没错。你非放着马后炮干嘛？你就是故意拆台。你说你到底心里藏了什么阴谋？我什么阴谋啊？行，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啊。这两年我当村主任，咱们村的经济实力还有发展指标完全达不到明星村的标准，但是为了争这块牌子，每次咱们都要花尽心思，想尽办法凑指标、凑字数，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我告诉你们啊，我争这块牌子我真的争累了，所以我索性啊跟人家评选小组坦白。那都是因为你这村主任当的没能力没本事。对，你管不好咱村你就应该认罪下台。我就问问你啊，咱为啥非要争这块牌子呢？没有这块牌子咱们可以轻装上阵，可以空出大把的时间搞很多事情。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我现在正在为咱们后石沟村谋划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只要听我的，跟着我走的，我一定会让他马上发家致富。我呸！李佳安，你少跟这小嘴巴巴的，一套套的啊！大家别听他瞎忽悠，咱就是因为他，他没到明星村这么容易，他不配当这个村主任。来，坚决罢免李佳安！你好，你是村里的孙书记。啊，我是。你是易明书的儿子吧？是。我爹状况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啊。你爹他就是突发脑梗，已经抢救过来了，正在里边观察呢。啊，谢谢孙书记。不谢，赶紧进去看看吧。好，我进去看看。九川，不是，放下，别动，这垃圾你不能动。你要说你这么帮他，那不是跟全村的人作对吗？这样大家伙会把你孤立的，孤立你之后你还怎么在这个村里待啊？收拾了，你就是收拾完了以后，他们还得扔。没事儿，反正我也闲着，我就帮你收拾了。行，我跟你一块儿。李佳安，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通牒啊！我限你3天之内从这儿搬出去。我们家坚决不收留出卖后石沟村的人。如果你还敢赖着，那我就发动所有老赵家的村民把你从这儿轰出去。行，别说了啊！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好，麻利的啊，下包。细春，你也是，真是。这个赵玉玺，一会儿你那个小推车借我们用一下。那你是搬到你哥家去住吗？我不去，我现在讨厌他。那你在村里不是没地方可以住了？那村委会还有间空房子。我可以临时先住哪儿？现在全村人都这么公开的怨你，你以后在村里还待得下去吗？坐下。喜春，你说你现在这么公开的帮我，你不怕以后村里的人孤立你？我不怕。我就是担心你，你以前在村里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他们这么对你，你心里肯定挺难受的。其实啊，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你别看刚才赵玉玺那个样，那网上不是有句话叫现在你对我爱答不理，将来我让你高攀不起，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啊，这帮人就会像众星捧月一样的对我。你这么有信心啊？必须的。哎，帮我收拾东西。坚决罢免李建二。
村主任李建安在明星村评选工作当中故意使坏，害后石沟村丢失了获得明星村的荣誉，所以后石沟村的村民一致要求罢免李建安，霸占你们家谢桂兰的楼，还想搬出去了？哦，但是没给租金啊。是啊，白住的，没给租金。嗯，加上霸占村民房屋。哎呀，你们要把这个写出去，不得让人笑死啊！这么写不行吗？作为15年的会计和村委啊，我有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告诉你，帮你们点评一下这份提议，送他4个大字儿：狗屁不是啊！这你怎么呢？你们写到点上了吗？写到李建安的痛脚了吗？措辞还这么蹩脚！来来来，咱看看这个名字，坚决罢免李建安，怎么呢？你喊口号呢？他打倒谁啊？那你说这名应该怎么写呢？咱们是不是被村民请了？啊？那应该怎么写呢？关于罢免村主任李建安的村民，请我说。哎，别说哈，我觉得这个名儿还真行，有点上道。从第一条开始说啊，来，你俩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后石沟村的普志高。他就是咱村的叛徒啊。没错，人家跟评选小组坦白错了，人家对组织说实话错了。你俩底下说人家是叛徒可以没问题，你不能写到纸上啊，这不把人家正大光明一个事儿做成人身攻击了吗？我告诉你，人家是不告你俩，一告你俩，你俩就犯罪了。那就是还罢免人家呢，你俩先进去，太危险了，差一点犯大错误。先说你，霸占村民房屋，咋的？你家房子是谢桂兰主动让人住的，人错了吗？你跟我们说说应该怎么写，行了吧？我们都知道你的文字水平比较高。是是是，倒是。首先，在孙书记没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天天追着找，隔三差五才回来？这说明什么？对村务不积极，工作不上心。是，在他当村主任的时候，出了挪用水渠款的事，出了农药蔬菜的事，出了煎饼合作社垮塌的事，出了暗自开小会罢免孙书记的事，以及评选明仙村垮台的事，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什么？他作为村主任极其不合格。对对对，接下来按照咱们村村民委员会的原则，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1/3的村民联名上书，就可以把罢免他的提案报上去，走正式程序。那李建安这回可就完了。你说这东西，我跟老八两个人鼓捣一晚上也鼓捣不出来。你这样，你就用1个小时把这个文字全部写下来，老八呢连夜送到每一家去，让他们签字画押，咱就为咱村的明天，为了咱村的明天，为了咱村的明天。放心吧，我就是跑个通宵，跑断了腿儿，我也挨家挨户的把这签名跟手印给跑出来。
孙书记，易明叔的病情怎么样了？突发脑梗，幸亏送医院抢救及时，儿子守在那儿呢，说等他出了院就把他留在厂里了，让他好好休养休养。这易明叔还是挺在意 PVP 上明星村这块招牌的，都突发脑梗了，至于吗？身体最重要。那是易明叔对村子里的感情，懂吗？嗯。昨天我们走了以后，村里没再出什么事吧？我说不好，我觉得村里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昨晚都没睡踏实。你还没睡踏实？你平常比狗睡得都香。真的，我觉得这村里鸡飞狗跳的。这好像是不是我们村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野猪啊、黄鼠狼什么都回村了？你做梦了吗？我开始觉得我是在做梦，迷迷糊糊的，后来就发现懒懒叫了。村里那些土狗叫了之后，懒懒不是也会跟着叫吗？孙书记，您接着翻，第二页就是我们村民请求罢免李建安的理由，第三页就是我们村民的签名和手印。这请愿书是什么时候搞出来的？就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嗯。那这个具体发起人是？哦，你跟刘富贵。对，我们当仁不让，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李建安干。哎呦，这么多的签字和手印儿，这真是昨天晚上搞出来的啊！孙书记，我已经核实过了，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咱村成年的1/2人数了。哎呦，玉溪啊，我这还真对你刮目相看。那从我来了之后啊，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件事情你做的这么坚决、这么果断，并且效率如此之高。有志者事竟成嘛。哎，不过也真是不容易，我熬了一宿，一晚上没睡觉，把他们从被窝里边薅出来的，一个一个的逼着他们，不，一个个的建议着他们签名、按手印。哎，弄得我现在都困了，待会儿我就得回去补觉去。我说怎么徐唯一一早上起来就跟我说，昨天晚上梦到了鸡飞狗跳，原来是你引起的，我还以为野猪回村了呢。哎，咱这儿没野猪。倒是有黄鼠狼。好。对了，咱这请愿书到底怎么处理啊，孙书记？按规定，按法律处理。好。姐，看了这个罢免请愿书，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不是刘富贵跟赵玉玺搞出来的。这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孙书记，我觉得这是个阴谋。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两个人的文化水平我太了解了，让他们喊一个罢免我的口号可以，但是让他们一条一条列举我的工作失误，完全不可能啊！你们仔细看看上面的内容啊，这个表达清楚，逻辑严密，一看就是非常了解我们村委会内情的人干的，孙书记。要不咱们现在就查查这个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呗？孙书记，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这个请愿书啊，他这个写的好与不好，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哪儿呢？是不是事实？具不具备法律效力？达没达到所有签名的签名数？夸大其词，主要目的就是对我的打击报复。不就是我对明星村这个评选小组说了实话吗？对吧，冯会计？天地之间有杆秤啊，那秤砣是老百姓，你何必死撑呢？强扭的瓜又不甜，是吧？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当这个定盘的心呗？什么叫我想当这个定盘的心呢？冯金宝，我现在严重怀疑你，这个罢免请愿书就是你搞出来的，无凭无据的，你把这个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是不能够同意的。我现在就考虑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在这商讨这个请愿书是谁写的，写的怎么样，有什么意义？实际签名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姐，咱就辞职吧，咱不看别人脸色。就是嘛，你说你在这捣鼓半天，还占有这个村里的公共资源，有什么意义吗？没跟你说话。不是海棠，我真的是替他考虑。华丽转身，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多好！我不辞职。孙书记，按照法律来讲，我有没有申辩的权利？当然。那好，我请求召开村民大会，并且做出申辩。哎呦，何必呢？建安，再次丢人吗？再一次让别人啪啪打你脸吗？冯一鸣，你今天风凉话说够了啊！我说什么风凉话？行了，嫂子，嫂子，我今天把话撂到这儿，到时候谁丢脸谁不丢脸还两说，咱们村民大会上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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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争了，好吧？今天这个事情啊，包括咱们的会议内容，我都会如实向上级汇报。而且啊，你的这个申辩需要多长的准备时间，你告诉我，我到时候来召开村民大会。三天。你看表干啥呀？这不他定时间吗？由本村村民赵玉喜和刘富贵提出的关于罢免村主任李建安的村民请愿书，获得半数以上本村有选举权村民的签名和支持，并已经提交铁山镇镇党委和镇政府，经上级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决定对本村村主任李建安的罢免提案正式进入程序。本村将在三天后召开村民大会，由李建安主任对村民做公开申辩之后，然后将投票决定是否罢免李建安村主任一职。前后